猥亵你好可爱。不走不走，抱一下。你看看弹幕，你粉丝不是我粉丝。你看，你看你粉丝，他们叫这个 C C 是你的名字，猥亵。可爱的妈妈宝宝，嗯，香宝宝，猥亵不洗澡也香香哈。你看蛋白臭得很，所以蛋白进去洗澡了，洗108块钱。我一次洗澡更贵，我一次洗澡120多块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重重，因为你胖胖。罐子去回房间了，罐子唯爱我室友。我其实有点诡计多端，我每次跟我室友吵架，我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偷偷把蛋白关进房间里面，让交给他，我说蛋白交给你了，然后蛋白就那种鄙视眼光看着我，哼，还得是我，这家没我不行。真的真的，其实小猫咪真的很在乎你进家门第一个喊的是谁，他们现在会就是跑到门口来迎接，然后就一群猫围着你，然后我意思就很自信啊，知道我第一句喊的一定是他，他就在那个吊床上伸个懒腰。然后有一回我就很欠，我就想你既然这样子，那我就喊别的名字，然后就看着他小怪，然后我意思一下子飞机耳，你知道吗？就耳朵往后面打，这家伙。一会端水，嗯，一会端水，蛋白就找可可多一点，维 C 找我多一点。我发个自拍。然后最近感觉我状态不好，但是我感觉我就是今天好一些了，所以看情况吧，对吧？我也不想身体不舒服，但是他就是不舒服了，我还觉得挺耽误事儿的，所以就只能跟他打打电话。好。反正至少要让你们知道我在呀，不要担心，对吧？只要听我每天唠唠叨叨的，也知道就是比较安心嘛。怕大家太担心了，想我想坏了，好吧，其实是我 OK。对吧？我不可能不出现，我不出现的话就放你们在这空想，你们空想的话就怕你们想着，哎呀，他会不会很不舒服？他是不是现在很难受？或者说现在、哎、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所以说我至少每天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。至少每天都比就是昨天前天更好一些了，反正。你们就是好好的健健康康的，好，遵命，我也是，我们都是，我们都要好好的，好的要一起好，不好的把它打败，把不好的全部击碎，把不好的战胜不好的，对，我们能赢，对，反正总而言之我们都会好好的，对，把不好的打跑，我们就是要好好的，没错没错。那我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咯，跟大家说完。好的，早点休息吧大家， kiss kiss， 那就晚安了，大家早点休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班了没有，还是是不是在补作业什么的，现在如果在忙的话那就忙完早点休息吧，对吧，劳逸结合。然后现在天气也变得冷了，多穿点衣服，晚上睡觉盖好被子，晚安，做个好梦，我下线喽，要记得想我哈，晚安，好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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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iu biu。